家好，我是 Rent， 拉格西的亚瑟泰，这是永远我们女生的期望，对不对？ちょっと見て，今天我的腿是不是看起来很美呢？其实说我最近容易水肿，可能也有跟年纪关系，一个礼拜做一次运动，身体就累了，就不想做什么了。但我要好看的身材。最近看到了日本热销800万日币 3D 美学压力裤，拆了的 Tokyo 的海亚裤，就是现在我穿的炸肩裤子。在日本长时间流行压力裤，炸肩 3D 贴身压力，因为每个部位不一样强度的压力，臀部抵压1200 PA， 腹部及大腿高压2100 PA， 小腿中压1600 PA。只要穿着走路就可以体现肌肉运动力，所以日本女生在家的时候穿着做家事，这样可以体现运动量，很简单，不会辛苦。这个的话我也可以天天继续。我自己最感动的部分是因为我上次去日本工作的时候膝盖受伤，那时候拉伸有一点辛苦，但穿着炸肩拉伸的时候比较轻松。应该是之前腹部跟葛棚的设计可以正确的姿势来拉伸的关系。还有一个开心的是穿了就有屁股，我的屁股就是亚洲人的屁股，很拼那种的，所以平常穿裤子的时候没有这样翘翘屁股之外，缩小腹部，大腿很直。这个刚刚说的三段部位不同压力的支撑加压之外，炸肩裤子采用分身设计工法，比一般的贴身裤的4倍剪裁，这样立体的图样设计很合身，才有这么好看的视线效果咯。弹性透气也很好，而且有抗 UV 效果，所以不只是平常在家做瑜伽做家事之外，还很适合在外面散步爬山健身的时候穿哦。我自己觉得压力裤是不是很紧，所以看起来比较瘦而已，但我每天穿之后发现了它的瘦身效果也很厉害。我自己身体疲劳的时候啊，隔天早上啊就脸很胖胖好大，但穿这个之后啊好神奇，不只是腿脸的种种也改善了，所以跟我一样想瘦身的人，我觉得很值得试试看哦。有两个颜色，是像黑跟海俊蓝，跟一般的表面海豚皮肤那种容易感完全没有。布料是日本北陆地区的顶级纱线，这个质感排得出来吗？很有高级感，完全不会脱光，所以穿一件也不会尴尬。后面还有口袋，可以放手机卡片。我比较喜欢海俊蓝，这个看起来很像牛仔裤。尺寸有4种，我现在穿的是 L 号。如果是看腰围、臀围很难选尺码的话，就可以看身高来选，因为弹性非常好，很合身。日本知名的真体师 Filament 的川島由紀先生也推荐的 Child Tokyo 海亚裤，让你穿1秒拥有仙女比例哦。